哼，姐姐的贴纸，姐姐的贴纸，哼，怎么都是姐姐的贴纸啊？就是因为姐姐比我学习好，妈妈就可以这么偏心吗？哼，买的都是姐姐的贴纸，哼，我乔治好伤心呐，我也想要贴纸。哎呀，看着乔治这么伤心，我也好难过呀。妈妈也真是的，怎么一张乔治的都没有给我买呀？没事，别着急，我呀，现在去给乔治买贴纸。嘿嘿，大家不要说话哟，我回来了。快看，我买了这么多乔治的贴纸，我现在呀，把我的这些贴纸啊，我都给它放起来，然后再把乔治的这些贴纸啊，都给它摆上。这样乔治起来以后啊，就会很高兴的，看见都是他的贴纸。嘿嘿，这下我们把乔治叫起来，看看他高兴的样子吧。乔治，乔治，赶快起来。哼，姐姐，你叫我起来干什么呀？都是你的贴纸。哎呀，谁说的呀？现在都是你的贴纸。哼，我才不信呢。你快起来看一看。哼，哎，不对呀，刚才还都是姐姐的贴纸呢，这么一会儿怎么都变成我的贴纸了？哎呀，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？